是正风，中评社郑义飞，中评社台北7月20日电，记者郑义飞无党籍台北市长柯文哲开始的外县市站台。东华大学民族事务与发展学系教授施正峰接受中评社访问时表示，虽然柯P一事是难料，含糊带过是否选2020，但柯P日前替民国党新竹县长参选人徐新盈站台，29日将带媒体到新竹市做市政参访，并与市长林志坚见面，两年后若有需要，这些他曾帮忙的人就会时刻装脚。施正峰1958年生，曾任淡江大学公共行政学系及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秘书长，台湾国际研究学会第一二届秘书长，2016年担任蔡英文竞选总部族群政见小组召集人。施正峰也是吕秀莲政治顾问之一，被问到如何解读柯文哲跨区的大动作，施正峰认为柯P现在瞄准的是2020大选，这些动作都是在投石问路，广结善缘。大家都知道新竹科学园区钱很多，而民国党主席徐新盈的背后就是竹科，因此任何人找柯P他就会去站台，算是现在欠柯P人情，在两年后柯若有需要就会时刻的装脚。至于民进党在台北市提名杨文志与柯文哲对答，为何民进党籍新竹市长林志坚还邀请柯见面，施正峰说邀柯见面的一个可能是林志坚知道党中央提名姚文智是打假的，另一个可能则是林志坚在党纪的模糊空间下跟柯P保持友好关系，趁此顾好现在的底盘再说。柯文哲最近多项民调都站稳40%，是否有直杀2020之势，施正峰分析台北市选情没有蓝绿加沙啦，中国国民党目前仍是溃败局势，而民进党则没有很认真在打柯P。从北农总经理吴英明事件就可看出，陆英希望大事化小。施正峰向中评社指出，民进党现在有点像是国民党化了，目前处在党内派系斗得一塌糊涂的状态，而民进党短期内声势也拉不太起来。主因是全面执政时的蜜月期应该推出一些政绩，但蔡英文推动各项改革却拖太久，还引起很大的反弹，执政成绩只剩下转型正义处理国民党党产，但这部分民众只会鼓掌叫好，并无法转换成选票，对执政没有正面加分，反而负面一直增加，因此民进党短期内很难有声势。年轻也开始与传统政党认同脱钩，转而支持柯P。施正峰于台大校友会馆受访，中评社郑义飞社施正峰说，柯文哲在某种程度上还算是老实，他在回答2020大选的问题时以世事难料含糊其辞带过，但两年后若民进党的形势还是很烂，蔡英文成为台湾小警会时，总统大选这块放在嘴边的肉，拥有40%支持率的柯P不吃吗？柯当然会说先把年底选完再说，但选完后大家都拜托他出来选总统，就是众望所归，这样的态势大概一年后就会比较清楚。